结果这仨娃的可开心了。这是节目组为新人准备的护肤礼盒。哇哦！欢迎加入恋爱之旅，接下来请用完美眼霜擦亮双眼，机智寻爱吧！谢谢完美。走吧。哎，还挺好看的，你别说。我很丑吗？不丑。啊！好看。看一下，哎，都挺配的，像四胞胎，就是姐姐和四个弟弟。我现在就是要送大家我自己设计的首饰。然后我还是先说你好不好？好。就是我觉得你很可爱，很幽默，所以呢，就是其实他很霸道的，其实他很霸道的，是吧？你越说他霸道，越就要越送他这个比较可爱的。我帮你戴上，等一下。啊？我不想站起来。我坐过来就行，我坐过来就行。那我走，那我走，那我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不要给我。代入感好吗？好他好嗨，自嗨哦。可是好像他们渐渐已经进入状态了耶。哦，你转过去，然后我把它。哦，谢谢。反正应该很好看，我看一下。你站起来呗。好看吗？肯定好看啊，我设计的嘛。他真的很女王范哎。很喜欢掌握节奏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。小星星送给你吧，因为跟你那个星星的衣服很像。那这条项链呢？没有没有，我看你就不知道，有点不知道怎么形容。戴上它哦，有可能摘。戴上它哦，有可能摘。我看一下，好看的，好看的，好看的，你站起来一下，看一下。这好听话啊！你有没有发现，真的一个二个的，真的是。期待一会儿三个女嘉宾回来是什么反应？世界大战！哇，他最后那个怎么那么好看？颜色？哦，金色的。哦。这个呢，它是一个巴洛克的一个珍珠。巴洛克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，就它每一个珠子都长得不一样的。哇，感觉很珍贵，真的。你可以过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然后就代表着你是一个独一无二，然后珍贵且特别独特的一种感觉。独一无二且特别独特。就是老天故意让我在这里跟你磨时间吗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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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一下啊，好看好看好看，你离远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，好看好看。哇哦，好看。好棒啊！所有东西都是我的，好棒啊！所有东西都是我的。四个人被安排的明明白白。等会儿拿出二维码来，你们扫一下，把钱付一下啊。行，都不错啊，回头上新再联系你们。那咱们也送他一个礼物吧。
还没有给他来个抓娃娃吧？抓什么娃娃？你自己挑一个，然后我们四个轮流帮你抓。我还真不信这个邪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相信你们能抓出来。啊 ，Jerry， 这个，你叫 Jerry？ 对，可以。抓不出来的话怎么办？没事，我们总会帮你拿出来的。今天就把它搞定，我告诉你，我觉得没有人能搞